大家好，今天我们在 Inverness， 就是苏格兰的一个有尼斯湖的地方。牌子上面你可以找到 Eden Court Theatre and Cinema Castle and Court Castle and Court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ourist Information High Street 还有 St. Andrew's Cathedral 在那边还有个 Victoria Market Built in 1869 to 1870 to William Laurie Design Noted TripleArt centers with Coronian columns and animal head carvings. 这里有个 Victoria Market， 哦，好酷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Victoria Market， 它是 Victoria 的时候建的。嗯，我记得我里面买些什么小纪念品的。都是买小纪念品的，或者小吃。这儿是个店。这个呢就是我后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是那个城市，这个苏格兰这儿呢，他们老会吃那种像 haggis 啊 ，black pudding， 然后他们也会吃 shortbread 其实就是 Scottish 的，然后呢，喝呢有很多 Scottish 的 beer wine， 还有 iron brew， 玩呢，就是你们可以来这儿，就是来这个地儿，还有 castle。然后你可以到海滩上这看很多 castle， 你还可以去 Highland 再看很多湖，然后还有很多山，就是很 nature， 是 nature park 主要是特别棒。如果你们想逛在 city 里边呢，你们都可以去找这种小 restaurant 都挺多好的，你们也可以找像。Scotland 城市里的老房子啊 ，landmark， 很多 pubs。那苏格兰人喜欢吃什么呀？那就是这儿有一个店 ，Glen Eagles of Scotland， 他们是有个帽子，然后侧面有这个好多衣服在里面哦。你看这个人，他戴一个围巾，他有这种 belt， 然后呢，女的呢都更喜欢穿那种大毛衣啊，披着的，还有这种 scarf， 然后这一个 kilt。好漂亮！好，那苏格兰人有这种口音，然后呢，他们呢 ，for example， 说再见的 to lu， 他们 yes I， 可是，然后你们知道 hello 是什么？这里人的脾气也特别好，就他们特别 nice， 然后他对你也很有帮助。就像刚才我们照相的时候，有个人就这样。在我们的镜头里边，你看我们找到什么了？一个塔，这是真正的 pure Scottish water。你看，你可以这样子灌你的那个水，这写着 water for life， 然后在这个这儿写着 Scottish water。嗯，这不错，我从来没见过在英国，我很少可以见到。这儿呢，你看有两只大狼，这两个狼是在保护这个地方。看啊，嗯，挺漂亮的。可是这两个 wolf 呢，他们其实呢是以前没有在的，然后以前是那两个狗，他们丢了，然后他们也已经克完这个狼了，所以已经
刻板印象是他们不知道搁哪儿的廊子，他们就搁门口了。